行啊，莫里亚蒂。是我就随便说了一个，我说马来西亚他也不知道，这一点都不聪明。哎呀，就这还当杀手呢？哎呦天哪，他能杀谁呀？啥也不是。一般被严刑逼供的人，咔嚓说一个名儿，完这个，德玛西亚，什么什么，小明，啊。马来西亚，你就说蓝莲汉，你说蓝莲汉也行啊，说啥不行啊？真是，随便说呗。他反正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。跟我拼，我打死你！你敢跟我拼？我直接一击给他打服，我让他一个别人别吃。你这没必要吧，兄弟，我是优势哎。喂。我直接来找他，来，馅儿不要了，直接升三，你不打红，我看他敢过来不？直接保你，兄弟。我这波保你，你不得帮我赶赶赶赶啊！来，直接打！这也太难受了，扣不着！哎呀！这稻草人是真是地的。得，全死，下路也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可能再那啥啊，不可能再保一手稻草人，不可能。我要开始发力了。稻草人现在来不来帮我已经无所谓了，我已经感知到了我们家不太行。我要自己单干了，跑了一个呀！这怎么能让他们跑了一个呢？这蓝的是谁呀？插个眼儿。
我感觉永恩要升了，他可能要升级了。嗯，他可能要升了，俺们不能上了啊！我们不能死。我去吃口屎，等一会儿啊，你等一会儿，可以杀，但是我需要先吃口屎，别着急，我勾引他一波，好吧？往哪走？往哪走？咦，他居然有传送！布甲鞋不是布甲鞋，攻速鞋。他为什么还追呀、啊？这边有炮车啊、哦，没事儿。谁能跟我说一下永恩有没有大？不是有没有大，有没有闪？稻草人，这不给我越塔强杀他？不着急啊。稻草人回家了，不好杀呀，不好杀也没关系。不好杀就把它放出来。天哪，哎，他真敢往上上啊，他一开始这么猥琐的，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又敢打了呢？这很奇怪啊，稻草人没露头啊。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怪。不是他赖你知道，我在装你没发现吗？我在跟他装旁边有人儿，
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也都十级了啊，看看，哎呦我六杠零了，可以啊。我野哥拿了一个峡谷先锋，佛野哥，来佛野哥。放水了，哎，항상최고를추구해숨을거숨을다劫来了，你有点狂了啊，稍微啊，你薛微是有点狂了，我发现。来，他应该能大走吧，我感觉。我一寻思就是，他百分之百大走。这人老猥琐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哎，我忍得住，你猥琐吧，嗯，你猥琐吧，你怕稻草人强杀你啊？你怕不怕？居然被杀了，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恶啊！怎么被杀了呢？난언제나최고고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没忍住啊，没忍住。哎呦我。哇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塔下找找那永恩在不在。永恩没在，他十一级了，他什么装备了？在这等他呢。给你们来一个越级单杀，给你们来一个越级单杀。差点儿，那不越级了吗？差点儿，他十一级，我九级，他多我一级大招伤害。你跟我说差点儿，他差多少？他也应该的。女神之泪，他差多少？他不正常吗？差点身败名裂，哎呦我天哪，他一个十一级杀我个九级，我还身败名裂，怎么就身败名裂了呢？他杀我那是应该的，我杀他那叫帅狠。
别瞎当了，别被谁瞎当了，被 ADC 瞎当了吧。我不放技能，这永恩不带出来的，我发现。这人根本就找不着，这人。小心点，佛爷哥啊！这波不太能打，小龙可要。就不放 W， 来，我马上到，绕一圈啊！来扫描一下，看看视野。先把福杰哥杀了，漂亮！穿，能穿不？你还在那还要？你还要打个红呗？你还要打个红？我打死他！来个小谢声。把小龙打了，劫死了！我天哪，劫死了！杀戮收波兵，来点肉吧，那肯定得肉点，出个蟹手。这个永恩就跟那把那刀锋似的，就跟那刀妹似的，一模一样。这俩人我估计他可能是一个人，一模一样，跟那个刀妹没有任何区别。但是这把，哎，我吃一堑长一智，我不急，我就不着急，我不出去，我在这一站。这不把阿卡丽给我抓了？那红的那个位置也不好去呀。这位置好危险呐！我看到阿卡丽人呢。什么意思？是来人了，是怎么着啊？那也没来人啊，那也没来人啊，搁那干哈呢？那没来人，没来人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哼，这不给你吓着啊？你干哈呢？傻子。
等死吧，像有精神病似的。舅舅吃我一个碘盐吧。杀戮守一下，杀戮守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稻草人得在呀，不在那永恩不保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家这结玩的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俺们家这 ADC 玩的吧，确实很有刚气，确实很刚，但是就是吧，这个伤害稍微差一点，区区不太够。完了，我觉得俺们可以大龙，真的，我觉得俺们可以大龙。那阿卡丽搁下路呢，那连个传送都没有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开龙，有卡莎，好打。谢谢你第25，大招全好，可以小龙。你们小龙，我去中。加卸手，卸手去上路推，我们单推。杰是 BJJB， 这些韩服的杰，我说实话玩的都挺好，但真的是都挺好，玩的都不错。放烟儿了，不着急上啊，等一下，你们快推中啊，你们推中我才能干呢，你们不推中我这咋带呀。可能没有飞科，兄弟们，或者是人人都是飞科。你们到底推不推塔？你们还推不推了？能不能推推塔？我这咋带呀？出去推呀？怎么不推塔呀？磨磨唧唧那大龙打了，玩呢？那大龙打了，这为啥被勾了呀？稻草人干啥去了？你说，哎呀！简直是你这大龙 buff 磨磨唧唧也不推塔，不傻子。
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你以为我要杀 AD 啊？ 其实我是要杀你们家火种。 有这么难吗？ 50秒 小龙 AD 出来拿不着红。 小龙嘞，我们帮他打个红，中路看能不能升个16啊？这永恩等级挺高的，我去吃口屎。 拉着来，再拉！为什么？ 没打过呢，谁的龙啊？哎，这能没打过啊？我操，好奇怪啊，这能没打过？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打赢呢？什么原因呢？ 等个春哥吧，下边杀他们家 ADC 也得呀，但我上去就集火，我一会儿永恩春哥出来不好打了。 关键阿卡丽装备不好啊，福耶哥装备也烂，我们家每个人装备都挺好的，怎么能这么难打呢？
AD 不敢上来点塔、啊。这没让我动，这给我打掉多少血血，我要回去一趟啊，兄弟们等一会儿，那机器人没让动，不要动算了，我不动了还不行吗？我不动了，给我一顿打，给我套点盐，哇操，这 ADC 伤害这么高，直接一个 E 给我抬上去，我没动他我就死了，我人都没动，人没了，没让我动，这机器人不把他杀了啊，这机器人不把他杀了，我天哪，哎呀绝死了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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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 AD 死了我就无敌，俺们家 ADC 没死，不敢上没事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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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小龙有了，小龙有了，这波这波小龙有了，我丢，可以，这波小龙有了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出来春哥呢？春哥很重要啊。500块钱。我多补几个炮车，我估计就够了。差300块钱，春哥。兄弟们，差150，哎呀，差150，怎么办？我也不敢带呀。太危险了，没法带呀，差80块钱。给个30可以，要够了。他们不敢开，没事，看不见我，我回家。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，一定要我春哥。我漂亮稻草人来了来了，收割了收割了收割了，快快快快快，收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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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漂亮！哇，稻草人，工程稻草人。这家伙。拆个高地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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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该走了该走了该走了啊！不要着急啊，不要着急，急肯定是不行的，好兄弟。回家了，还得要勾一个假猴。十八级了。我们家四个十八级，一个十五级，差一个十六。啊，塞纳没了，对面 AD 有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守一波，守一波，守一波。辅助死了。等一下，稻草人大招啊！不着急，我们不急，我们叫不着急。哎，我们叫不着急，就是不就是稳，哎，就是稳。稳稳当当的，也不开。稳稳当当的。对，把右边视野给他做一做 ，ADC 拿个红。哎，还有春，他们家 ADC 是傻子，咋不出春哥呢？他们家那 AD， 来来来来来，下路可推，我给下路推了。快点去，快点去，这波可能要干起来，兄弟们。ADC 拿下，这 ADC 一个人这么走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你们家这波赢个屁，你们家能赢我直播吃屎。这 ADC 自己往这边走确实是。他们家这 AD 不行，如果这个 ADC 啊，他出了一个春哥，我们其实很难打。他不出春哥，他就硬在那儿就硬晃，哎，就硬晃，哎，就是纯虚区，一点都没有机会，就是给机会，就不出春哥，就倔。